Hi guys, welcome to my video of Minecraft.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マイクラフトビデオへようこそ。여러분안녕하세요、マイクラフトビデオへ웃음가슴환영해요。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视频，我的世界。今日は誕生日。少なくとも3つの動画の2つマイクラフト動画と1つアニメーションを投稿するつもりでよかった。動画化した2番目だから、この方が動画が簡単なので、数日以内の作った編集しています。動画の大部分はおそらく中国語を作った喋っていますので、自分の声の近い言語に実際に何を言いを聞きたいから、私は完璧主義者ではないことを覚えておいていたので、何を配談したり、批判したりしないで。では、始めましょう。大家好、见到你很高兴。再见我咸鱼、并且我准备好算的问题了。关于鱼谣、动画剪辑影响的怎么样了？动画实际上很好。尽管这个神秘宇宙创发布。现在我搬起房子，猎豆人物探索，并开始前往一个家庭的。我忘记了差不多三杯水中关于两个人在后巷教堂里的第一部分。完全的详细行星正被上市完成并准备动画后。数月来的频道上缺乏视频发生了什么？好的，有关频道更新已经到了动画顶上。因为需要更多时间看你完全动画场景。几个月没有发布视频。是的，我确实算是离开了 YouTube， 但是是为了继续我已经创造在 YouTube 上计划想发的视频。一些后大多数人认为是走数月甚至十年没有发布视频的时候，我的频道仍处于活动状态和空位被核实。因为探索地区的探索有很大，特别是一个视频 YouTube 上的十周年。高兴的计划建立为了南谢阳的惠里堡和介绍张青的阳面并为他制作动画。然而阳山还在完全中当创动画。你现在我现在电子游戏什么去到的未来什么日语现在我现在我的世界游戏尽管我站的时间清除模式。不幸的是没有视频记录由于缺乏兴趣和低评价。但是现在我。现在玩接触虽然发表一个人单独的翻转可能会流失视频接近后鬼战斗中的人物不同。然而他总有大量的组合杂刷和翻油记者游击走面他翻转也版我因为他不需要太多编辑向人可以发布视频。过去的游击甚至出现在我的频道上几乎会再谈论他了。今天的这几时全部稳定都回答了。人和事后如果有问题可以发表评论甚至是视频的传播内容。请点赞评论订阅并向我提问下个视频见回头见大家。だが今のところ下のコメント質問を教えて動画を好きってください次までに動画を見て皆さんまたね。